买车要丰富自己的生活，那特别是例如说亲子同游啦，或者是带着自己的长辈一起出去玩呐，空间很重要。它如果有多机能，那就更棒了。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可以结合车速机能的选项，小卷。现在车速的部分，好像电动车感觉是怎么样，更吃香吗？对，其实你看，像特斯拉，它就有一个露营模式，你可以只用，你就不用发动状态下就可以吹冷气嘛。那你像说，像小安姐的 IONIQ 5，然后 EV6，他们也有这个露营模式，但还有一个晚，V2L。对，大概一个晚上就用掉10%的电左右，其实很省。那因为台湾夏天露营真的很热，一般平地真的是很可怕，所以说其实之前呢，林立他们其实就有出过林立的电动车，但是以前是只有货车的版本，就是他们抢的是公标案比较多。比如说我们在邮局啊，或者是一些车队里面，就是那种货运车队里面会看到他们采购这辆车。但是他们现在出了一个客车版本，就像画面上看到这个有奶盖绿的E3 双层，版。对，E3 版，他们也改名叫 E3 版。奶盖绿是要再加钱的，就是这个颜色要加钱。但他这一次他推出了这个五人座的客车版本，价钱很便宜，有99万起就有电动车了。只不过它的，因为它的是油车下来改，所以它以前的续航力啊，因为它的电池只有30几度，但是它现在升级到42.6度电，然后它的续航力也可以来到大概有到200多，接近300公里左右。我应该新竹的山上去露营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电动车上得去就下得来嘛，所以就没有关系。而且它在这一次的改款加入了快充CC1的快充，以前是它只能用慢充慢慢充，它现在就可以快充，只要45分钟就可以补充10%到80%的电量，其实是够用的啊。就是充电够快之后，这台车的可用的范围就会更大。那电动车最大的好处就是，你改好东西之后呢，你想露营的话，你不用再去改驻车冷气了。以前你买厢型车要再改驻车冷气，你还要担心会不会变噪车体，会不会说验车验不过。但是现在就不用怕这件事情，所以你可以让这台车，一个是它有厢型车的很好的空间机能去使用，它也有后座打平，不用改它就可以车速。世鹏，你自己 Model Y 有露营模式，有用过吗？没有哎，但是以前开我那辆车有，就是带我儿子去露营，学校毕业旅行的时候。那一次之后，我就不想再露营了。一次就吓到，对，因为那一次去金山露营嘛，而且那天下大雨，然后我们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自己的露营用具，所以是跟那个在那边租帐篷，然后你知道那睡起来那个它那个站板很硬，睡得很不舒服，晚上下大雨，然后整个那个棚子里面滴滴答答答，好像在打鼓一样，然后旁边又有点淹水，所以我一整晚都是听那个雨声，心惊胆战。然后还想说会不会淹水会被冲走？我老婆就说：“不然我们上车睡好了。”我说：“上车睡那么热，我们要开空调，开一整晚，那第一个油耗车油，就不行这样。对，第一个耗油，第二个会制造空气污染。”后来我们觉得那就聊天聊到天亮这样。对，后所以来后来再揪你露营，你都不想答应，都不去啊。都不行。然后哇，就。后来换了这台车之后，我听说它有露营模式，就是你直接可以开那个，就蛮省电的嘛，可以吹空调，所以改天可能会想试一下。OK，好，所以因为换一台车，让露营这件事重新有可能，感觉也很棒。那不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台，对，今天特别，我们你知道找到车主，把他的车借到黄金线，罗哥耶，带世鹏来看一下，好。买一台车之后经过改造，怎么样可以让你的露营变得很速喜、很开心，而且也符合刚刚小卷所说的，我没有什么行照验不过、验车很麻烦的相关困扰呢？其实哈，这一部 Town S 一出来之后，在我们这个车速啊、露营界、车速界就已经掀起一股热潮。对，因为这一部的箱型版本哦，实在是太好改了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觉得这部车是我看过的这个 Town S 改里面哈，非常讲究的一台哦。真的，哎，内外都是。对，首先它的这个漆面啊，它不是像你去贴膜，它直接真的是把它烤成这种，啊，它不是贴的啊。对，这不是贴的，而且它是烤这种不是亮面的消消光光绿。绿，好，然而后把且又 logo 不是很烤深黑。的绿，是漂亮的，好对，好就看。颜色选的真好。对，对呀，这很好看。然后它的车灯当然也就是稍微熏黑。好，然后最重要的，来，它装了一个这个，这是防撞杆啊，因为这个防撞杆，很多人一看说啊，你这个我看到你就先抓。对，好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在路上应该怕警察哦。对对对，不用吗？不来，用怕麻烦一下，把那个行照拿出来。哦，真的啊？这就会放在这边。我刚才跟车主特别借了看了一下，你看。
它这上面真的是行照上面是有改相似的，它连防撞杆有没有？对，还有车顶置放架，它都已经改。对，我们没办法给你特写啊，因为它上面有很多个字。它上面有很多个字，但是我们确实看清楚了，它在相关已经加上去的部分。他有做，他都做过变更，对，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改装了很怕违法，在安全的，譬如说某一些比较好的厂商做的东西，你是可以去变更，因为他有经过安规，好，所以像这个，它是直接连在大梁，所以你看我的重量应该够。洛哥，你确定你要做？对，他是真的。你确定？厉害吧？OK。所以我现在看向车主，我发现他面不改色，那表示可以。没事哈。我刚刚好害怕啊。所以其实不止这个防撞杆，你看他的车顶的这个置物架，对，他也用了非常好的品牌。是。好，所以他的承重基本上三个成人装上去都没问题。那他旁边连带的灯呢、就是因为这个灯的话，这个叫做工作灯，是，就是说你在行驶的时候是不开的，你在一般道路是不能开的，所以工作灯其实在行道上也是可以登记，而且你可以做另外的开关，可以把它打开一下，有没有？非常的亮，真的。这个就是说，譬如说我们晚上夜冲，露营的时候要夜冲，那晚上比较暗，我要搭帐篷设备的时候，我就需要的探照的工作灯，好，所以这个就不是在平常开车的时候可以开的。而且它这个改装啊，我们这样看。我觉得它也没有很复杂，很简单啊。但是想要的功能都有，对，而且它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对。所以说这部车哦，往山上去，对，我问过车主，这部车哈、哦，改装费用就超过70万，比它原车价要贵哦。原车价大概60来万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加起来，其实130万可以弄到一台哎，很棒的露营车，这个真正的核心哎在车内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前面好了，你看哦，哎，这个多么用心啊！它连内门板都改掉，是的。是不是？因为 你会把这部车，对，你会把这部车当做一个居家，当做家庭来用。好，所以你整个的内装、内饰，连这个椅子也是，它全部都换，对，全部都重新包，然后连方向盘它都有本事把它搞成 GR 的版本。我刚刚想说我是看错了吗？看错了吗？那 GR 两个字那么明显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加上有这个。这么大面积晴雨窗，对，好，接下来重点了，重点来了。那既然讲到这里，我们要继续看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也请车主一起来？对对对，好好，我请他来介绍。来，我们欢迎小白。对，小白，来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椅子，哎，钟林您好，这个椅子也是你全部都改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全部改掉了。所以你原本买是5人座，但是你后来也把它改成这个。它本来就是5人座，对对，所以它椅子只是改的比较舒适，然后可以平躺。我也可以对坐，所以这看起来就是可以调整，然后变成一个车床。对，然后还有桌子，所以那个桌子到时候是要把它降下来。对，它降下来后就是一个床板，那我们人就可以软垫铺上去，就可以睡在上面。对啊。你在椅子旁边，我已经看到了很多，是，这底下是电池，对，112V，通通都12V 或是110V 都可以，而且这个是磷酸铁锂电池，300A/小时的。电量，对，那所以大概这个有3.6度电，好，所以可以用好久哎。我出去的话3天2夜没问题。因为最常用的大概就是冷气，看起来你这个冷气也不会是很耗电。那像你要控制灯什么各方面的？哦，有，这边有一个面板，那你要不要上去坐一下？这边有一个啊，我坐进来好了，来。那我们这边呢？这边就有一个面板。对，这边的话，我有所有后面。用电的控制面板、它可以全部关起来，然后我们可以独立打开，OK， 哇，可以全开，控制，很强啊。那我也可以调明暗，可以调亮，可以调暗。哇，这一组都是在台湾施工的、对，都在台湾施工。哇，但是纯车博有一件事情女生很在意，那我的系数怎么办？对呀、OK， 来，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叫做淋浴帐。哦，这是个淋浴帐，对，侧边帐这里。因为我常带老婆小孩到西边玩。OK， 这边还有 LED 灯。换衣服的时候，晚上没电源的时候可以用。有辅助帐。对，它很简单，它就是。不会很难哦。对，直接就放下来。就这样。是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打开。嘿，这很棒，哇，很赞哎！罗哥现在被困在帐子里，很方便。哎，罗哥，你可以变魔术，这很方便，对啊。我等一下从这边突然展开，我就出现了。来，罗哥，这边，罗哥，我从这里，预备，好，来，
等等等等。罗哥，这个账怎么样？他刚才收起来的话，我还没注意到。是。哦，他这样子的话，变成一个非常方便，而且直接展开来就可使用。对。这个四面账挺不错的、哦。这个就是一个卫浴账，你要在里面，譬如说shower啊，或者是放个马桶在这边。对，上面放一个 OK 水箱。那你水从哪里来？对，水的话，我们会在平板上面背一个水箱。哦。你看，就是有上面这个置物平台是多么方便。上面置物，然后接下来是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换好衣服后，我们直接这边还有个拉链，来内部这边有个拉链，好。我今天衣服换完以后，我只要拉链打开，没丢从那边，对，就搞定。对，我们拍戏来说，有这种车开出去方便，随时要换衣服，散对吧？是不是这个感觉就是连你们平常当工作车也非常好用？我觉得剧组应该准备一辆这样的车。而且因为他刚刚从原来完全收束好到最后摆出来，这样大概一分钟，一分钟不到的时间。那继续，小白，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再来看后面？来，我们后面这边，一定要有个梯子往上爬，有只尾梯，对吧？哈，那我们就可以来，世鹏哥，你爬爬看，我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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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绝对没有问题，这看起来很坚固的，是坚固的，对，我们可以在上面，也不会摇晃，对不对？看海，二楼不错啊，世鹏什么感觉？啊，我觉得这个梯子蛮稳固的，不会晃，一点都不会晃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因为我们常常都会到上面多装一些装备嘛，我们要上去拿取。那有了梯子以后，非常的方便。而且你稳固也比较不会有异音。对，哇，这样子更一目了然了。各位朋友，我就看到的时候就是一定很心动，很像快餐车，就很舒服，对吧？这就是纯车泊模式。今天只要桌板往下放，那它就是。一张床，对，它的长度有220公分。哇，220是这么长哦。对，所以你身高绝对没问题啊。我是家里面，对，那个床 king size 的。对，那它的前半段的宽度有130，那后半段有100，所以呢，我们身体的头部是朝可以朝那车头方向，脚朝对，脚朝后面。那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们都必须要车泊要有冰箱嘛？对，冰箱藏在这里啊。是，来这个地方，我们在垫子的下面有一个车载式冰箱。哦，也蛮大的。对，然后呢，这边也有一个置物空间。哦，你真的花了很多巧思哎。那还有个抽屉吗？这边是相通的，如果下雨天我不下车，我可以直接打开拿。那没有车外也可以，我就可以直接拿出来。这种设计非常棒，就是上开，同时又可以抽拉。对，那如果说今天我想要在外面用餐，对，我不想要在车子里面用餐，我想要赏风景的时候，在哪里？来，这边有一个，哇，那搭配这里的天尾灯。哇，这边有尾灯。对，哦，我只要放个两张椅子，很不错哎。哇，你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在设计这些细节哈！而且他规划的，我们一开始他不讲的时候，你会以为好像一切都简简单单，好像也没能扩充什么，但一拉一推什么都有了。对啊，对。然后这边旁边又有插头，对，又有插座，对，又有插座。所以插座有大概有4到5个。那你车上饮用水呢？来，水在这里哈，我们这边有个柜子，这里打开。一般的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得到。罗哥，他是直接拿便利商店的水，这很方便啊，很好。你这个去卖场都可以买，直接管是，然后你就接这个头就好了。对，所以就用快吸式，我只要插快吸式。哦，这个又是很一种。所以我喝完了以后，我到哪里都可以补饮用水。你这盖子留着，只要有便利商店就直接移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再把它装回去。这很聪明。因为不然我想它还有个水箱。是啊，还在那边弄这个方的水箱，水箱也比较占位置。水箱啊，占位置，而且你不方便去清洗它。对对对对，要把车顶高。对，那我今天只要装好以后，把水槽、水龙头拉出来就有水了。哦，对啦，这样也方便了，补充什么的都容易，而且可以拿来漱口刷牙。
对，是干净的水。你如果用水箱的话，你还要去装真的够干净的水，这也是麻烦点。嗯，然后你看，因为这里刚好有个架子，它现在当然绑的这个装饰用的很漂亮，但这个本身又可以让你晒衣服、晒毛巾、杯子啊，或是衣服湿掉，我稍微挂一下，对，都蛮好用的。哇，这个呢？哎，这个是鹏注意到的，投影布幕哦，还有投影机啊，是，就坐在里面对坐模式的时候。尾门关起来，我们可以在车上看电影。那不能在外面看吗？可以来，它是磁吸式，可以拿下。哇！那它就可以直接吸在尾门这个地方。哇哇哇！你怎么想的？哇塞！不是，这个时候我觉得车上这个还蛮棒的。对啊，它都可以用吸铁，是很棒的一件事。车子本身的结构跟性质去改装它。然后增加便利性。那再来的话就是，如果说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想的吗？我跟我们团队一起想的，跟一些好朋友。对，那他也可以直接对外，对，这边也可以对外，这边可以对外，因为露营就是遛小朋友的最好时间。对对对，邻居小朋友也可以来。那我就这样放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就跟庙会一样，对不对？大家来看，大家椅子排一排。好客的爸爸喜不喜欢这样？我想问一下哦，是那个 Y 可以改吗？我可以改，我就很想改啊。其实都可以改，都可以改，只要你想得到。我们其实集思广益啦，很多露营的朋友、车友，对，他们都会去想说什么样的车，它有什么样的功能，去改装什么样的东西出来。谢谢小白今天带着你的车分享给我们。等一下我们继续聊。现在越来越受欢迎的电动车，它难道就没有疑难杂症吗？那肯定还是有的。稍回来。地球黄金线购车实际秀开张喽！很多女生倒车是靠直觉，痛破解选择障碍，选出最适合您的车。来，猫趴！哦，有，一般猫趴要拍后面，对。漂亮，对，很厉害，哎，赶快截图，赶快截图。加入荒谬大师沈月琳，变身购车导师，锁定地球黄金线官网 YT， 一起玩哈总动员。